Shulico 的 dose 其实它是基于我们讲消费者对于更好的功效的一个愿望，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定制其实在消费者来讲不仅是给他更好的一种体验，但同时也给他可能会有更好的功效。所以呢 ，dose 其实它是把我们的一个诊断设备和我们一个定制设备联合在一起，所以其实我们会有，你可以看到在柜台上面我们会有一个诊断设备，它可以通过我们一些光学捕捉的方法去看到消费者的面部关于色斑、皱纹和皮包浮油粗糙度的一些情况。然后呢，同时它会根据我们的云端的一个分析，它会去寻求说它的一个问题综合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根据这样一个分析以后，它会可以给到我们有一个护肤的一个答案。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给到我觉得是说中国的消费者也好，给到我们中国的一些我们各位来讲看到一些新的可能性和新的可能，同时也是一种沟通的平台。对我们来讲，就欧莱雅会沟通我们的新的技术、新的品牌，看看如何更好的服务中国消费者。まあ、あの去年も花王は博覧会に参加したんですけれども、昨年はあの中国ですでに発売している商品をこの場でご紹介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今年はあのこれから中国で発売していく商品も含めてご紹介をしてまして、中でもご覧いただいたエストのファインファイバーの技術というのは今回の博覧会の中での我々の目玉商品の一つになってます。今年は、まあ、あのさらに新しい商品をご紹介できる場を用意してまして、花王は、まあ、研究開発イノベーションに力を入れている会社なんですけれども、物の魅力っていうのをこの場を通じて、まあ、メディアも通じてですけれども、いらしていただいたお客さんを通じてたくさんの方に広げていき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今年鞋王是无价，因为它背后的故事是这双鞋是戴安娜王妃的最后一双鞋，不适合去给它做任何的一个价值在它的背后，这都是对会对戴安娜王妃的一种不尊敬。在去年以前，我们从来没有特别想过说我要那么早的进入中国，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还不够成熟。但是，算是有了这么一个机会，有了这么一个平台之后，我们就发现，现在一定要来，再不来好像就晚了。去年真的是交了很多朋友，对，然后很多不同的地区的一些 offer， 一些有人邀请我们设厂啊，有人邀请我们来入住等等等等。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下个月就会在上海外滩开我们全球的第一家店。